就跑出来跟俄方代表一一握手，果然啊是以声要向川普呀。不过他的握手上也遇到了劲敌，那就是法国的年轻总统马克龙。深知特朗普的套路，马克龙每一次跟他握手的时候力气也不小，甚至会让懂王的表情管理失控。只能说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川普也不能保证每次握手都获胜。 而在握手上能让川普遇到滑铁卢的另有其人，那就是同样以守劲闻名世界的印度总理莫迪。一次国际会议上，这两大握手王终于是迎来了世纪较量，明显是莫迪更胜一筹。一边拉着川普的手，一边大力地拍着他的手背，川普的表情从微笑到苦不堪言，也只有几秒的时间。这一场景似曾相识，那不就是川普和安倍的角色调换过来了吗？ 一生要向川普，一心想在握手方面成为政要中最强的。遗憾的是，实力他真的不允许啊。三分钟讲历史，轻松长知识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